连。这排房子挺有特色的啊，是乐视的吗？不像斯库文，瑞士的。都是同时，每个门都，啊，每个这里。都有疫情的通知。养老院，
高阳路。现在的时间是下午3:48，对的。虹口第三中心小学。这是属于自建房。我们看到自建房这一块，基本上没人戴口罩。是咋了？自建房，
前面这条路就是四平路，四达路转四平路。我们看看四平路上的场景。我看现在时间，现在是下午的三点五十四。嗯，不过正常的话，大年初一或者是大年初一或者初二有这样的一个场景，但是今天已经是初四了，所以这种场景的话还是比较罕见的。四平路也算是一个杨浦区通往外滩那边黄浦区那头的主要一个干道，平常这里车也是川流不息的。大包小包采购食物，因为现在国家已经规定上班推迟到2月10号，这段时间不用上班，那么待在家里总得吃吧，所以食物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必需品啊。相比于前几天，人还是稍微多了一点吧。恐慌期已经过了，可能吧。敢出来的人就出来了，没出来的人还是窝在家里。那好吧，今天这段视频就拍在这里，谢谢大家。